一切都在发生改变。乔林，这是你违反了游戏规则的惩罚。游戏重新开始。你到底是谁？想干什么？看来猜对了。有趣的能力，好想夺过来亲自体验一下呢。这样敌暗我明的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，封锁消息，封完了，警察估计15分钟就能赶到。肖队人呢？我们尽快做出应对。好，我们分头找。陆光，吃完你就放桌上，我等会进来收拾。对了，陆光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抢救无效，走了。